台电也应借此替力严以就责。等相关报告出来后，我们会依各该应负的责任，也不护短。党人要王美花下台负责，那曾文生被点名接台电董座，那303事件后会采取什么具体措施加强电力供应的系统的韧性？不该犯这一次不该犯的严重错误，以至于让全国产业和民生不便，我们真的深感抱歉。台电也应借此替力严以就责。等相关报告出来后，我们会依各该应负的责任，也不护短。台电也应该记此教训，多守精进。至于全国的能源，政府在能源政策上用尽心力，各界有对我们的指教、好的拙见，我们都会谦卑倾听。而怎么样子让台湾能够做得更好，也需要国人同胞大家一起体谅努力，让台湾能够更有力。